大家，我是丽丽。我是林老师。好，那今天呢，我们要去武林农场。顺便提，这是我们两个的旅行包。不对，是鱼。看一下，这是第24次啊。好，那我们今天是第24次去武林农场嘛。没有，爸爸没有跟其他女人去过。好好，没有吗？没有啊。走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出发吧 ，Go Go。来，请问两大两小没有军功教？请问小朋友念什么？国小吗？国小。小学一年级跟五年级。你说五百两，每天五百两。好，谢谢。三，二，好。你看小黑子有呆毛。呆毛是什么？毛凸出来呀、啊。对。你看呆毛。仔细看。这种这一根呢、哦？等一下，我找一下。哦，这压下去，这里有一根。这个好。走了，准备走了。小黑子变形超可爱的。小黑子这个造型哦，很可爱。我看，哦，有呢，哦，好可爱哦，这么可爱哦。会不会太敷衍？看了就想，看了就想哭，看了就想哭哦。那、啊、现在有小天鹅吗？现在不小。然后我们再看有没有找到，看有没有小天鹅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那边我喜欢一只谁呢？一只谁那边我是米娜摩比耶，米娜摩比。中小朋友就中毒太深了。为什么来这边看到那个就要开始水车了？几只行了？啊！大哥没有输啊！哼！我在大哥。好。我就是其中。你反正比较喜欢依我做，对不对？对。鬼比较厉害吧？哦。可是那个他不是主角啊。可是他故事最悲伤啊。可是大哥已经领，大哥已经领便当了，是不是？对。好。你餐厅要不要我拿小虎？哇，感觉草都很长哈、哦，那就走了、啊。很久没有割草的感觉哈、哦，蝉的叫声啊，那去草地上还是要凉亭？对呀，去凉亭对，因为草太长了，对不对？小你要去草地上还是要去凉亭？这个草有点太大。不然去那条那个椅子那里吗？两棵树中间的椅子那里，怎么样？今天武林农场都你们的。你要去这凉亭还是去那个椅子？好。也是可以啊。不然就坐这個桌子就好了。上，这样就好了哈。你要去那个野餐垫上面。那要吃什么？所以这野餐店有点小，对不对？但是我觉得不错哎、嗯，很好吃。对，这边那边好看吗？啊，坡都是有的。咻咻咻咻咻咻咻！啊，坡都是有。咻咻咻咻咻咻咻！咻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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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户外野餐可以啦。7月17号微解封时候规定的户外野餐可以，同住家人车内可饮食，户外野餐也可以。7月17号，所以现在银黑野餐是没问题的。银黑野餐，场地超级长的。三，猫咪还好。三，二。我帮你手是 OK 吗？哪里？阿姨，蹦！对，蚂蚁。所以等下去哪里啊？蚂蚁。可能五零都是你的。等下先去看那个天鹅。蚂蚁是正常的啊。我们现在在五零农场的草坪上野餐。老林为什么给妈妈背？因为它有那个妈妈虫。毛妮，你为什么给妈妈背？它有妈妈虫啊。是啊。我想不到背你这个。天鹅在左边。